点上方来自可关注我们，这是十点君精心为你们准备的第844期诗句，希望你们喜欢。我一直以为告别只是简单的挥手，是那一瞬间的决裂，后来我发现对你的想念会跟着随风起舞的落叶一样四处弥漫，我也意识到你的离开让我跟那一盏管欢的路灯一样形单影只，我才突然醒悟，告别不是遗忘，它只是一个难以再回头的转身，我还是会在无数次闭眼中与你相遇。今天是点君想问问你曾告别过谁，点一首歌送给自己也送给离开的人，长按两秒识别二维码关注我们，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家人和朋友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